2018年11月28日，佟丽娅活动后从上海飞往北京亮相机场。她身穿深色风衣，双手插刀，气质迷人，精致美丽的五官，皮肤白嫩，粉嫩双唇，丫丫的笑容永远充满感染力，始终甜美如蜜。佟丽娅人美心也美，名气越来越高，可是丝毫没有明星架子，与粉丝亲切合影，亲和力超赞。佟丽娅犹如行走中的鲜花，所到之处无不惹人驻足观看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